嘎巴哦，哈、哦，为什么这个鱼要怎么处理哈、哦？要去鱼鳞，这个鱼都有去鱼鳞了哈、哦，可是回来还是要再处理哈、哦，因为不干净啊，看用这个去就可以了。换了全是两只五锅鱼。等一下，五锅鱼，等一下，现在先处理嘎巴鱼，因为鱼买回来要先处理。啊，如果他去有些鱼贩，他去得很干净就 OK。啊，如果不干净的话，一定要去鱼鳞，啊、不然吃的时候会吃到钙掉。好好，这样有没有看到很多鱼鳞？有没有拍到？要冲了，我要倒用水了。这样就洗干净了，然后摸起来都很光滑。好，然后就给它沥干。天录没？录啦，录啦，还好啊。这就是一般鱼的处理方式，如果要用煎的话。然后大概放个5到10分钟就可以了。不要再拍了，好吧，昨天的鱼嘛哈。但是不用洗吧，因为我已经腌了盐，只是放了一天啊，就放了一天。不用洗啊，不过也它会不会太咸啊？也不会啦，啊，这个放了一天有没有？哈，最好是再把它沥干，这样子沥干，沥干。虽然我拍了，你有拍了，好吧，那就拍吧。还是你帮我拍，我就让它关掉。嗯，就好，就沥干。不要，尽量不要有水分，它也可以放在这里面，放在这里面让水分沥干，尽量越少水越好，这样子让水有没有朝下？这里是鱼好小，嗯，这是嘎巴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不过这鱼会太小。啊，这个鱼哈，不用，不需要画花。花这么小，切花这样。这么小，这么厚啊？不用。啊？对啊，也是一样。那要先煎鱼吗？先煎吧。用纸巾把水都擦干。我们不粘锅，不粘锅的油不用太多，然后火要小，火大概这样子就好了，大概中小火。倒油，大概这样就好了，不需要太多。它要煎这么多鱼，那鱼的水分哦，鱼的水分一定要很干比较好。有的人还会用那个纸巾，一只一只把鱼的水给吸干。到油稍微有在冒烟，就可以放鱼了。要开出油烟机。
到鱼的香味了吗？没有。大概要煮到几分熟翻呢？要闻气味，还有观它的形。刚刚这个是作为那个翅膀啦。观察它的那个闷的时候，嗯哼，嗯，好吧，那我就先闷一下吧。好，那这样子就好了。Perfect， 这样油油亮亮的，你看，有没有？然后又有水，不会让干瘪瘪的。通常外面都油炸的会干瘪瘪，它不会，它就很漂亮。然后底下的汤汁，最后还可以淋上去。这个是嘎邦，好，再拍一下，排队的样子。吃还好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不用淋汁。